给我吧！我告诉你们啊，不是，我们要往前走。我要走了。就是26号那个开庭，官方就是以那个涉嫌国家机密，然后不公开庭审。还有一个呢，律师也不是我聘请的，所以对于那天的庭审的，就是，他的庭审情况，法庭就是个走过场。对，我一无所知。然后他本来这个法庭他就走过场，而且他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已经在就是严重的违法呀，王全章被关押了3年半。在这个当中，这个过程中一直在违法。让我们出去！很可笑啊！对，这就是看到没有，就是我们这个满大街都挂着那个标语“依法治国，文明什么什么的”，就看到这就特别讽刺。好好好，走了走了。